好康的要告诉大家，捷安乡公所推出的公有市场消费集点换券购购活动，乡亲参与度是爆棚。原本是两个月的促销活动，在10天之内就被火速的兑换完毕，也为仁里、庆丰以及北昌三处的公有市场缔造了百万的营业额。而针对了已经完成集点但未能及时兑换消费券的民众，乡公所也提出了精美好礼大方送，敬请乡亲携带集点卡，在9月15号以前到各个市场入口处来登记兑换。为刺激传统市场买气，吉安乡公所举办了公有市场优惠促销活动，发送千份消费抵用券，才一个星期就为三个市场创下了120万元的营业额，而消费券也全数被兑换完毕。吉安公有市场消费集点换券购圆满完成哦，原定2个月的销售，在短短的10天，受到我们的乡亲口耳相传，大力的来支持推动，让我们100块换600块的一个产值，在我们公有市场里面展开，也带来了百万余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佳绩。乡公所表示，已经完成集点却来不及兑换消费券的民众，在9月15号之前可以前往各个市场的入口处登记。乡公所特别准备了精美纪念品要让乡亲来领取。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，如果你们还有集满5点还没换到消费券的，记得到公有市场来登记换我们的纪念品。我们相信这样有意义的活动，获得乡亲认同的促销活动，一定会未来再来做规划，再来做大力的行销。而至于已经兑换到的消费券，使用期限是到11月15号，请民众要记得在期限之内使用完毕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乡公所会持续以创新创意来规划各项建设还有行销推广活动，有效来促进地方的发展活络。谢吕慧捷安乡报道。